欢迎您再次回到麻辣下午茶，我是吕嘉一。那么这个单元非常的特别，我们有请到了美姿美仪的专家 Tina 老师来教授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站站得正确，走走得好看，坐坐得优美。我们现在请出 Tina 老师。 Hello Tina 老师您好。嗨，你好嘉一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Tina 老师。太开心看到您了。我们很多这个年轻朋友们呢，这个站姿啊都是相当的有问题。站舒服就好，转好舒服。您觉得我这样站的是不是也很优美啊？有点太酷了。那对于我们女生来讲，怎么样站的可以站的比较有智慧、有内涵一些？对，其实我们刚才嘉一讲的很好哈，我们女生嘛，无论你长相怎么样，无论你身材怎么样，有很多我的学生说，天老师啊，我站一定站不好的。我说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太矮太胖了。哎呦 ，OK， 现在的女生介意的真的很多。是啊，所以太矮太胖，你还是可以很优雅。所以呢，全部的学生一定可以学到很好。所以我想，观众朋友们一定也可以学得很好。我们先站，站的时候就是怎么样？第一点。肩膀要往后 okay, 腰挺直，腰挺直。对，我们站的时候，你看 Tina 老师的脚，左脚向前，对，左脚向前，然后我们的另外一只腿是直的，前面这个脚呢可以要弯，对，哇，你看我们的嘉一才20秒钟，他已经变成一个 model 了。因为是老师教的好。OK， 你看就变成一个 model 了。我们要注意啊，哈，观众朋友们，我们要注意好，我们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站好呢？因为天乐老师没有在你旁边啊，你就要自己检查自己了哈。所以老师一定是左脚在前，不一定，你也可以右脚。右脚在前也可以哈。为什么老师每个动作都是这么的优雅？可是我做起来就是，S 型，我的身材就是 S 型，老师。因为 S 型就是很舒服了。是啊，现在的孩子都是喜欢。这样子嘛，因为打电脑也太多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检查自己，你站好的时候有没有一个 triangle 在你的脚下，自己脚下要有一个三角形哦，这才是对的哈。那我想老师，我这样站的是还蛮正确的吗？是很好了，已经100分了。耶，谢谢老师。那如果走路呢？走路要怎么样走得可以更加的优美一点？来，我们请嘉一稍稍微走两步。嘉一怎么走路？这样吗？哇，嘉一永远是走酷型的。这样走的也不对吗，老师？ OK， 其实很简单哈，嘉一，我们就是把几个重点要点先抓住。我们走路的时候不要有内八， okay. 不要有外八哈。那怎么样改这个习惯，内八跟外八习惯呢？都好几十年了，怎么办？而且我这么胖，我的腿这么胖，怎么会走漂亮呢？不要有任何疑虑，好不好？是的，好，现在天老师就教你们了哈。好，走路的时候呢，你只要想着我打个小交叉，天老师不教你们像 super model 一样啊，大交叉那个就在台上。很抢眼很大的动作，我们在平常走的时候就打个小交叉，打小交叉，脚伸直哈，脚不要踩蚂蚁，脚不要这样子驼着踩蚂蚁，我们的脚一定是伸直 ，OK， 好，小交叉，好，然后要注意我们的肩膀要很轻松的放下来 ，OK， 手背要漂亮要轻松，对，特别你的 finger。你的手指头要漂亮，走路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啊，绝对不能握拳头，不要握拳头走路，也不要伸展开，对，也不要这样走路，就是很自然的。好，我们的手伸出来很漂亮，就走路的。OK， 听老师试试看好吗？好，okay, 有请听到老师。来，眼睛要看前面哦，走路的时候眼睛不要乱看。好的，看前面，肩膀、腰，好，我们腿站好了 ，Go。哇，然后挺起来，我们刚才教过的。然后转个身，回家了。好美哦！哦，我的天哪，谢谢，太优雅了。谢谢。要想做到您这个几步走，我觉得可能要练上很长一阵子哦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就在家里练习，把重点抓住。天老师讲的重点抓住，每天练习。而且有很多学生问我说：“天老师，我一定要穿高跟鞋练习吗？我可以穿布鞋、球鞋练习，可以吗？”也是可以的吧？是是的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无论你穿什么鞋子，你走路一定要优雅，轻轻的走。OK，那么老师，刚才您说了，站在左脚在前或者右脚在前都是可以的。是的。那如果我现在是右脚在前，那我先迈哪一步呢？永远都是在前面这脚先走哦、okay、你前面右脚你就前面走、对，很好，来停，停在左脚上啊，都可以，右脚停在右脚上也可以哦、okay、然后转身很好，好，走了、beautiful finger 哦、yeah、手指头要漂亮、yeah、哇
嘉怡好厉害，老师，我们再走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先站姿，先站好，往前走 ，Ready Go， 小交叉，小交叉 ，Beautiful Finger， 把腰挺起来，好，笑笑，转身，很好，来，走了，小交叉哦，再交叉。耶，好棒啊！老师，我其实一直都在颤抖颤抖，然后穿着这个高跟鞋，我觉得也不是很自然。其实呢，就是多加练习嘛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走路看来也是不是那么难的事情，只要你多加练习就可以了。是的。接下来我们还要练习一下这个怎么样坐姿。无论你穿牛仔裤还是穿裙子哈，我们都要稍微有这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到什么，把裙子弄好，但是呢，就是看起来比较优雅。是的，是的，你稍微弄一下裙子，坐下来。好。好，等你坐下来的时候，对，看看听到老师的脚呢，三角形还在哦，是，还是有 triangle 哦，要继续的三角形，对，继续三角形。那为什么要听老师的脚？为什么斜斜？为什么不做这样子坐正正呢？因为你坐斜斜的时候呢，是因为显得腿比较长吗？我们漂亮的嘉一真的是，真的是很聪明的嘉一。来，我们脚斜斜的时候，看起来脚比较长，看起来腿比较长一点，然后也比较优雅。太好了，谢谢缇娜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，教了大家这么多，怎么样坐，怎么样站，怎么样走得更优雅、更漂亮。希望您学会喽。我们休息一下，进段广告，马上回来。